哎呀，我齐大姑、拔大姨，还有他那些老闺蜜家，我全聚了，没有。钱瑞芳呢？别给我提她，我正找我妈呢，回头一看她没影儿呢。哎呦我妈！你看发这活干的，妈没找着，老公还真丢了。找着没有？文化宫、老年活动中心我都找遍了，没有啊。网吧、 KTV 游戏厅都没有。 那是你经常流窜的地方，你上那老剧团那院看看去啊！去了，前年就扒了。爸，回来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哪儿找着的？我报告刘警官了。这事我给刘警官说，刘警官一会儿就来。我理解了，我明白了。你妈这就是诚心跟我较劲呢。啊，你看见没有？她走的时候，她连手机都没拿。 这是诚心让我找不着他呀！这哎呀，爸，你别急啊！爸，你今天是不是又惹我妈生气了？我就没惹她呀。你们好好想想，你们今天谁惹妈生气了啊？想想，钱世峰，没有，这不是你，啊？对，就是你，是你。怎么一惹妈生气就是我呢？一家俩女婿，咱俩。 啊，有句话说得好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，说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怎么着？肯定是跟你生气了。你说平常跟咱妈说话啊，除了要钱，你没笑过。怎么着？不是，我笑还非得让你看见呀？哎，我就看见了。哎，就是前天早上起来给妈说，妈妈，我想换个手机，行不？妈说没钱，你看他那个死出。啥意思你啊？ 就是你气的，你气的，肯定这事。什么卖房子？我哪有钱买房子呀？再说妈也不知道这事儿啊。啊，妈肯定不知道吗？哎，刘警官，范儿，怎么样？范儿找着没啊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呀，那几点出的门啊？早晨不到5点就走了。啊，范婶啊，这算不上失踪，这样抓紧时间，我了解一下情况。范婶今年多大年龄？生日是哪天？我妈今年六十几来的吗？六十？哎，哪天生日来着？你问我干啥？我也没想起。你还是问我吧。 您说，他妈是1955年3月6号生的。1955年3月。哎呀，吕子，你怎么忘了？记不住你？你还说我？你记不住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听刘警官的。啊，范叔，范婶出门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？哎呦，好像是白套裙，不对，紫色外套，不对，应该是白套裙加紫色外套。哎呀，都别在这瞎蒙了，还是您说，背心裤衩。 不是，爸呀，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不是，他哪有穿背心裤衩的呀？我早晨5点嘛，我一醒，他我在被窝里碰着的他。哎，刘警官，那还有别的吗？比如说照片什么的，行不行？我先问一下，范婶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特征？有没有？哎，有啊，特征有。我妈妈是。 最漂亮的妈妈，我妈妈是最善良的妈妈，我妈妈是最慈祥的妈妈。你现在在这夸她有用吗？人家问的是特征。对，特点。看来啊，你们也说不说来什么典型的特征。能，就是后脊梁骨那儿有个痦子。哎呦，不是，啊，真有，要不她小名怎么叫点背呢？行了吧，爸呀。 后脊梁上有个痦子，谁能看得着啊？对对对对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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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都别说了，还是像老大说的啊，有没有照片？照片有啊，各个年代的都有。太好了，就在抽屉里锁着呢。等等等，你的那个抽屉锁着呢。那要是开呀，爸，钥匙在你妈身上呢。哎呀，你这，哎，对了，手机里应该有，快快，手机里头，赶紧手机里头，没有。 哎呦，我这还没有啊，我这没有。哎，这手机上有啊？哎呀，这是俺俩谈恋爱时候照的呢。你看，梳俩小辫儿，小红脸蛋儿。那哪行啊？你靠这个找的，刘警官得穿越回去。哎哎，我这有一张，就上次咱们一块吃饭，小辫儿你照的。你看我大。
你手里拿着大螃蟹。你拉倒吧，大螃蟹正好挡着妈的脸，你要照这个找就找到海鲜市场去。行了，我这有啊。哎呦，真的顺风啊，你这有啊。我给妈照过一张正面的，全身的。立功了立功了，啊，过期了，打不开了。哎呀，你说我每次回家，我第一句喊的肯定是妈，我回来了，妈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说我真爱他吗？啊，妈妈找不着了，问我生日我不知道，问我什么特征我也不知道，就连那手机里连一张我妈的照片都没有。其实以前妈在家的时候吧，在我耳边天天唠的我都烦死了，我就恨不得妈哪天不在家的时候耳根清静一点，可是妈不在了，你说我这心里，其实咱们不是今天把妈给丢的，咱们早就把妈给丢了。是啊，以前妈妈在身边的时候咱没觉得妈妈多重要，可是现在妈不在咱身边了，才觉得妈有多重要。你说你们吧，天天在朋友圈里边晒照片，谁晒过自己的妈妈？等妈妈回来，我一定好好疼疼她。等妈回来，我一定跟她说我爱她。等妈妈回来，我一定好好抱抱她，亲亲她。哎呀，这好几十年了，我天天说我惦记她，我了解她。今天这一看呐，他算白跟我过了这好几十年了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，手机里连一张妈的照片都没有。你把你手机拿出来，我看看你妈长得啥样。惭愧呀，我也没有。行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刘警官啊。啊，这儿有张全家福啊。对对对，哎，这行，这就是我老婆，这个我拿走了，大伙儿放心啊，范叔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范婶给找回来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刘总，不用去了。谁呢？着急吧？啊，我还跟您说，关键时刻就得隔壁老王。快来吧，别叫他们着急了，慢点。哎呦，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们，哎呀，急死我了。手机呀、啊！妈，你说你走了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、啊？你还回来干啥呀？你把我急死就完了呗！啊！我才走一天，你们大伙儿就都想我了。啊！看来我在这个家凸显出来非常重要啊！啊！哎呀，老头子，瞅你那样。没啥事儿，这不是早晨吗？起来，我上咱们花园小区去锻炼去了，就碰着你张婶了。你张婶说呀，那郊区有一块地有野菜，那包饺子才好吃呢。我就跟他去了，人家家人口少，挖点够数了，人家就走了。我寻思咱们这一大家子人，那挖少了，到时候哪个孩子吃不饱，妈心不疼吗？啊？所以我就在那多挖了一会儿，结果就把时间给忘了。哎呀，抬头一看呐，那班车也没了，我就到那村子去了。正好有一个小伙赶着鼓捣那农村开的那个蹦蹦蹦蹦蹦三驴蹦子呢，我就跟人说呀：“孩子，你送大姨一趟。”哎，人家二话没说，开车就送我往回走，结果干走不到家，干走不到家。我说小伙，你把车停下，我下车打听打听。我说那个沈阳的幸福小区在哪儿啊？人家说啊，幸福小区在沈阳啊，我们这是法库啊。这不就把道走差了，就耽误时间了，才回来。刚才到大门口，我实在。是走不动了，扶着大门那栏杆，我搁那喘气儿。哎，正好碰着田笨笨了，这孩子从大门口一直把我背到咱楼跟前儿啊！谢谢谢谢笨笨，这范奶奶啊，为了给你们包饺子，都累坏了。是啊，你看我这脚脖子都肿了，孩子为了口吃的，你值吗？咋不值啊，老头子？那张婶说呀，就今天这日子，孩子们肯定得给咱们送老多老多礼物了。你说我这当妈的，采点野菜给孩子们包点饺子，
不也是我的心意吗？啊！今天啥日子啊？啊！母亲节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咋不知道呢？我也没注意啊，我也忘了。那你们给妈准备礼物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标准答案呢？行了，现准备礼物肯定来不及了。听我的，我喊一二，咱一块儿说啊！一二，妈，我爱你。哎。我也爱你，拉倒吧，别酸了，赶紧摘菜包饺子。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爸爸，今天咱们家人最全了。对，我提议咱们再照一张全家福，怎么样？好，您帮个忙，好，给我们拍个照片，我给你们全家来来来来，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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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全家福啊，哎，喊一二啊，一二来，一二，茄子。都是。